童书上头写着爸爸快回家，翻开童书内容，里面讲的是爸爸对抗武汉肺炎的故事，看起来很感人，但下一页直接崩坏。国际都到中国来救援，是解放军的军机。哦，真的哦，真的，这我不知道哎。插画写的军人也加入防疫，但仔细看插画里头的军机是共军运20军用运输机，比较真实的军机几乎一模一样，上头还有解放军军徽，就连军人穿的迷彩服，帽子上还贴星星，都是解放军的军装特征。翻到最后一页更夸张，重点是大家翻到这一页，中国加油，武汉加油，大家就崩溃了，因为明明就是你们封锁这些疫情的消息，然后在四位组织打压台湾。中国从北京、上海、武汉城市地标通通连在一块，还写上中国加油、武汉加油。原来这本书是帮中国疫情洗白的宣传书。主要的是因为馆内的人看不下去，因为这本书它现在目前在编码当中，那编完码之后就会上架给这个台北市市图，很多学童都可以租借像这样子被统战的书籍。仔细看，新北市把这本书上架电子版还有实体版可以借，台北市还在准备上架中。负责出版的是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，中共统战洗脑用的红毒计划竟然也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名列其中。出版社配合中共统战，连员工还到中国考察防疫工作，甚至还在标语前举旗合照。中共拿童书洗脑帮疫情洗白，甚至还跨海洗脑台湾学童，变成统战从小做起。目前台北市图书馆紧急不破网，将暂缓书籍上架。三十五陈明星孟哲台北报道。